近日有网友在机场遇到了萧蔷，身穿白色短 T 搭配淡紫色短裙的她，让自己的好身材展露无遗，尤其是那双大长腿非常引人注目。不得不说，今年51岁的萧蔷身材管理太好了吧，看起来还像少女一般，让人简直无法相信面前的萧蔷居然已经年过半百了，毕竟当年的台湾第一美女名不虚传，网友纷纷表示羡慕，这身材说20岁也有人信吧，真让人羡慕，自律的女人太美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